总算是暂时摆脱了这些妖物的纠缠。为防敌方再次来袭，我以为咱们还是先关上了上面的入口再说。啊，我明白，但我也不知道机关在哪里。佛王姑娘，既然密门是从上面打开的，那么关门的机关枢纽就一定在此地。你不妨在这附近找一找，或许真是有在哪里留下什么讯息也说不定。嗯，说的也是。风姑娘，这许多珍宝典籍莫非都是灵山前辈？先师曾经对我说过，他在45岁之前热衷收藏各种宝物秘书，这里的一切想必就是他老人家几十年来的珍藏了。紫云、通红两派妄想并吞本派，想来也是为了先师这许多珍藏之故。诶，这小木盒上面写着爱徒寒夜清起，这是师父留给我的吗？里面是一封信。原来如此，师父就料到这藏宝室之秘，可能无法亲口向我明言，所以把关闭入口和打开另一个命道的机关位置写在这里，让我能参透四象法仪的含义来到这里，这才看到这封信。他留着一辈不死的信。李山前辈不愧是一派宗师，他老人家思虑之细密深远，实非我辈所能及。关门的机关位于此地西南角的书柜上，推动最左手一本名叫紫薇真传的典籍即可。此地另有一道密门，可通往山下的密道。机关位于西北角书柜上，按动一本叫做七星玄论的典籍即可。但此密门需得在入口关上后方能开启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试试。等等，有妖气！糟了，看来已经来迟一步。好在韩无沙似乎只是派一些手下来探路。若是如此倒还不要紧，赶快关闭入口就行了。我就是一刻按照师傅指示前去启动机关。温姐姐小心点，这些没死成家伙就放心交给我们大伙了。那就拜托大家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接下来进行的是神兵，这关是神兵。那我们先，这关宝物非常多，所以我们要先召唤灵曲，先把灵曲召唤起来。好，那记得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 哇，东西太多了，为什么丢那么多东西进去啊？好，我先快转一下。好，继续吧。这关就是所有宝物都要拿，然后紫峰走这里就好了，其他的给我们的那个邻居去拿。神鸟精灵，玲珑珠，好，好，敌人走路快转。好，接下来我看一下哦，玄机道拳。全新道具，我记得是增加这个角色的暴击几率啊，印象中是这样。我觉得仙羽超就直接过去好了。
然后顺便三个秋木得领取拿好了。我们还是要赶快下去关门。红雷符，OK。然后敌人每回合都会增援，一次增援三只。然后在第二十回合的时候，航母插队下来，然后，任务的话会失败，因为生理条件是要阴之阵19之前把门关上，然后把敌人全部消灭，所以不能等航母插了，等航母插来就失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焰明龙先走下面一点，然后去扛攻击。焰明龙现在攻击防御力是最高的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拿到最强的防具了。八路血生，然后不要，他应该打不到吧。好，凤凰月走这里，因为他要先去关门。好，蓝千秀走这里。好，这边快转。好，来了。这边是故意让韩千秀走那里的。你等一下殷建平可以帮韩千秀跟叶明龙补血。OK。好，这里的话给正印先打一次，然后让他被打。好，然后再给仙羽超收。OK， 然后这里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看一下哦。OK， 好，可以。那第几回合？我不记得了。第几回合？好，我们现在第四回合了，要赶快走了。然后看一下还有谁，赶快走。离火神诀，焚炎之阵。OK， 好，直接站中间。走快一点。我是不该花时间去先去拿宝物的。啊，希望来得及。等南风神奇要先放给凤凰月了。OK。鬼火可能要先打掉。我放地狱之阵最麻烦的。好 ，OK。看一下哦。灭魂大法还行啊。哦，
没打死。那给他，哦，不过封魔还可以，就封住就好了。要不要把上面那只先干掉啊 ？OK， 好，疯狂夜战车会不会死啊？嗯，找不到，好。刚裂破学到了，那就站这里，然后夏侯仪站这好了。像夏侯仪是攻击最高的角色了，我已经把他最强的武器给炼化出来了。站这 ，OK， 然后等一下。紫风，可恶，放不到，好，没关系，算了。哎，有放得到 ，OK。然后嘛，这只能打一只，站这里呢。好，再打几个，三个。OK， 三公园撑住啊，可能会撑不住哎、欸。如果那个三个袍子也是光三公园的话，哦还好，哦、好痛哦、啊。还好他们分开攻击。如果敌人聪明到一直攻击同一只，上官也早死了。OK， 好，这回合有撑住，太好了。好，因为这一关不能拖太久，要赶快打。好，后面快转。好。我准备冲了，先打这只。好，好，一样，再打一次。我给他凤凰月的蓄气，这样会来不及啊，好像有点来不及耶。好，仙女超50等，51，好，那就这样子好了。跟他有地狱之争，那就交给夏侯仪。碎啦，700滴。吸气。哎、欸，路走不到，感觉好像走不到哎、欸，这样我要重录，哦，烦恼。应该可以啊。好，
所以说一开始出场就要直接走到左下角咯。为什么在第十回合之前就关掉呢？是因为正常可以拿一个宝物叫两仪玄石。好，哇，那这样子要重打了呢。好，三光源他可能只能撑一下而已，你就站这个位置。好，好，快转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两回合走得到吗？攻略是写杨之镇起始之前就光门，那我在第九回合就关掉了，好像没办法哎、欸，哇，有点难，没关系，要看步数看看好了，说不定有机会，我还能走两次而已。可以，有机会。好，我在杨之镇第九马上关掉最好。OK， 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吓死我了！打这，我想留一个法师。后面还有法师吗？有啊，有一只。我们这边再留一个，有法师是为了让他们帮自己的队员补血。两个都留好了，因为他们不会放法术嘛，所以没关系。打不到，这里有，走这了。他站那个位置很尴尬，我打不到他。然后仙女超走下来，啊，收掉他好了。OK， 然后剑平下来。好，夏侯仪，等一下可以放血刃之咒了。宝物都拿了吗？都拿了。紫韵金玉拿了。查一下。好，都拿了，走吧。好。或者把他们两个都塞在门口就麻烦了。最讨厌就是鬼道者自己来攻击我们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打他，我们打他就很容易把他打死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往后推一点，那他们比较好进来。好，快走。好，封行业关得到，我先存档。
然后直接给凤凰去蓄气，然后把队伍往后挪一点点，让他们可以走进来。夏威夷放邪刃之咒，好，然后横千秀攻击谁呢？攻击这个好了，血鹰冥魁。光影53等51，好，我发现我真意的武魂好像配错了，好，不管了，管他的50等。好，硬件品补血，完美。这打得到吗？打不到。不是打不到，打得到，所以我不想打。好，可以。OK。快转，好，去关门了。杨之镇9，关门。有了，就是这紫薇真传，好极了。六个坑来已经关上了，剩下的敌人已经是瓮中之鳖，咱们一个都别放过。OK， 好。好像不能存档。很想用夜迷龙直接炸两三只哎。55等52等，哦，差那么多。看一下啊，先这样子。好，我觉得紫风到后面好像升比较慢了。转下来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好了。这关算简单的，下一关比较难。下一关打算用风寒月，不用那个诸刃邪剑吗？破伤破鬼眼，因为我们要拿最强武器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用强的方式。好，刚才不小心宕机了，然后刚才说是下一关的话，打黄龙沙要用夏侯仪的最强武器，直接把它破他的防，直接攻击他，攻击他到他死。好，这里的话。他准备帮他补血啊。OK。其实可以这样一直炸，炸到他们，一直帮他补血，补到他们法术没为止。
然后三公里的火炮枪也可以对航母炸进行攻击，打得到它，但血量不会比像侯乙多啦。好，那导航就死了。嗯，找不到他。好吧，休息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放法术，然后让他们补血，自己帮自己补，完美。子枫只要不爆气，把他打死就好了，他应该会自己帮自己补血。好，OK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先一招。啊，怎么一击就死了？好，给正印打一下，然后被攻击，哇，都挡住了，都挡，下回就51等哦。被打没有很痛。先用超先不要攻击好了。然后打这里，369，好，那给叶迷农全新巨华，不用神威坑光，是因为怕神威天光直接把他打死，但他们就不能补血了。怎么靠这个方式慢慢红？我方飞剑到打不到后面的 ，OK， 那就这样。然后这一关会拿到一个宝剑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原本的古剑莫邪先把它拿掉。因为它会用取代目前装备的武器栏。哎，这样装上去了吗？装上去了。好，就这样，休息。好，然后全体休息。没打到，那攻击力太强了，直接秒掉。我靠哟！
挡得住吗？哦，还好，可以。吓死我了！还好没爆气，爆气就变这样了，很痛。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要疯狂音乐走这里，看能不能把他打死啊？可以。再来，一样群星，群星去滑，攻击这两只。OK， 然后韩千秀打鬼火。OK， 然后看一下哦，下面写的是夏侯乙跟曾印。好，我们把一只这个明魁给干掉。OK， 他们都还有血量可以补。然后嘛，好，就这样留着，走这里。好，就这样。上官远修蓄气，正印蓄气。还可以，不会痛。后面法师还有三只。那第几回合了？看一下，要二十回合之前结束，也就是说第十九回合干掉对方，所以不能玩太久。好，12回合，再6回合，再6回合把我们全部干掉，群星聚花。把一只干掉就好。OK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子峰再往下走一格，好，休息。我按错了，我根本存啊，有存，吓死我了，按太快，好，这边快团，好，下回走这，然后一样，群星聚华。然后把上面那一只干掉，神奇流转这只鬼道神把它干掉了，后面没敌人，还好好树吗？有，要跟上他吗？我想想啊，
像可以不用了，再留一下好了。然后横千秀走这里，完美。然后哎，补血了吗？还没哦，给子峰补好了。打到他吗？会不会一次把他戳死啊？嗯，戳死了，超烂。那今天的超级低了。好，嗯，真第几回合了？刚没看。啊，打夏侯仪，你不是好像夏侯仪超强吗？哎，不对哦，还好。完了完了完了，鬼族会打夏侯仪。哇，鬼族打夏侯仪，夏侯仪应该撑不住哎。拜托拜托，还好还好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练不到功了，算了算了，就这样，我懒得用了。哦，还好我撑住 ，OK， 就这样。差不多可以再补两次啊，第十四回合时间很够。好，好，按错了，我要打鬼火。打不到他啊，那我就后手一点了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用离我神诀打一点点。OK， 好，休息。好，敌人帮他补血了，赞。好，夏侯仪就一直这样被戳，然后我们再一直帮他补血。其实可以留一个法师啊，再留一个鬼火，然后他就一直打我们嘛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补血。那我们站后面一点，引他过来。好像都要再说一个哦，这样。其实风寒月可以往前走，然后用攻击的，不用攻击打他。OK， 挡住，我们重来。好，就这样，十五回合了。我们在20回合之前结束。OK， 可以把它解决了。
通常有53等，但又没有54，这样错，好，先戳一下，怎么挡住啊？算了，好，然后给夏侯乙收。鬼火会用夺魄鬼咒跟灭魂大法，看看用哪一个。好，五雷阵法，1000哦，攻击力1000，看看这攻击力。OK， 休息。好，夺魄鬼咒麻痹用了17回合，他只要放一次就可以了，我只要吸他一次经验就好了。19回合，19回合结束就可以了。狂用鬼火鬼咒，夺魄鬼咒不。算了啊，他不放啊，这我没办法啊。你放一下灭魂大法会死哦。那我有人站对面呢。好，再一次。哇，打蛮痛的哈。好吧，死不放。好，快转好，最后可以把我们解决了，解决掉53 53。再放一个回合，好，依然不放法术，好吧，这样我也没办法了。54等，好。时间紧迫，这里收藏虽多，但无暇一一细找，我只来拿得及几样东西，希望能派得上用场。没关系，这些东西是灵山前辈给你的收藏，是让老人家留给你和四象门的资产，咱们本就不宜擅自取用，眼下还是赶快下山要紧，免得韩无沙又率众攻来，那时可就难以抵挡。我这次去开启密门。诶，那墙上的侍女画像好像风起间呢，这画像像我。听你这么一说，风姑娘和那画像中的女子在眉宇之间的确有几分相像，不过画中女子年纪要比风姑娘大上许多，画的并非风姑娘本人，和我很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风姑娘，尊师没有向你提过你双亲的事吗？没有，师傅只跟我说我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，他见我年幼可言，才千里迢迢将我从西域带回中原，作为关门弟子。但要是这画中人正如紫凤姐姐所猜测是我娘的画，师傅为何要将画像匿藏于此？风姑娘，其实倒也未必就是如此，只是其中内情过往恐怕只有灵山前辈和画中女子知晓，引弄自己妄加揣测，胡思乱想，我想未必是件好事。是啊，
以林生前辈的性子，想必要留下书信交代此事，咱们还是等过了这难关之后再回来好好查看推敲一番。嗯，这么说也没错。诶，那笔件是得到朱润写件，大润拳皇的短剑，好奇特。风姑娘，那枚短剑是非寻常之物，我想还是不要触碰为宜。可是不是真的，我就是很想把它带在身边啊。怎么了？不知怎么的，我有一股很温暖的感觉。糟了，这柄短剑会不会是被下了什么邪咒？这柄剑上有很强的灵气，好像是人魂遗留下来的思念。不过依我看来，这灵气应非邪物。风姑娘，你现在可有感到身体不适？都没有，只是觉得握剑的手掌微微发热。那应该无大碍，我们就把它带走吧。风姐姐，风姐姐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的石头！那是养阴玄石，来源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其内含阴阳两股力量，炼丹的术士视之为至宝。这样啊，送我好不好？我好喜欢的。这好吧，我想这个我还做得了主，你喜欢就拿去吧。哇，谢谢风姐姐。嗯，先离开这里要紧，我这就去关机关，开机关。这密道黑沉沉的，也不知通往何处。困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只有冒险一趟的，咱们走吧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练一些防具跟武器了。那喜欢频道记得按分享，然后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好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